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，私聊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法令纹代表着一个人对于外界的态度和发号施令的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长的长而弯曲，且中间断断续续连不起来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意志力比较薄弱，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和他人想法的影响，在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自己的立场，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也比较的模糊，所以也没有什么领导才能，事业上容易遭遇困境，而且与亲人的关系也不太好，遇到困难时没人愿意出手帮助，个人也非常的懒散，想要成功简直是痴人说梦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